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真佛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十八罗汉，诸善德，诸圣者，慈悲，南昆生，五府千岁，慈悲。我们是古岩寺的常住僧众以及发心的莲友，今天大家难得发心，已经过了三年，总算又找到机会回来朝山，这个殊胜的功德，殊胜的机会，真的是不容易得到。但是我们今天你看天气多么好，太阳菩萨他这么慈悲，不烤热我们，那个风菩萨呢又是这么慈悲，一阵一阵的凉风吹着我们，还有我们南昆生的执事大德发心为我们整理场地，也很慈悲的接引我们，所以在这边致上最大的感恩谢意，愿南昆生香火鼎盛，回来朝拜的所有信徒都能够福慧增长，财富滚滚滚滚，每一个人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和乐圆满。也祝福我们今天参与的莲友，每拜一拜佛，增福无量，消灭业障也是无穷，相信大家都会法喜充满，那个向上的道心越来越坚固。祝大家身心愉悦，一切顺利。嗡啊，哼哼哼。